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5页，295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真结于此，更有善明文悦粗劣贤护等16正士者，仗此法不宜出家发心为本，次列他方来者，张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我们前面学习到此地，真结说得好啊！黄念老在此地讲，此意甚得精致，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也。这一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真结里面所说的在家众当中列16贤护等16正士，这些人都是在家菩萨，仗十方佛土中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了6道苦难众生，净宗最契机最容易成就，本经
实在讲啊，他是普度众生。纵然造作无逆失误，真正忏悔、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啊，所以说是在家修行，最宜宜是应该，啊，最应该要采取持名念佛。啊，十方大士悉来听法，这一句指的全是等觉菩萨。啊，表这个法门殊胜，实实在在是大师因缘。这个大师因缘就是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师。究竟的大师是一生圆满成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出离六道轮回，而且是出离了十法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成佛。无论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哪一个等级，啊，四徒三辈九品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光僧，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成佛、无比殊胜的妙法，一切经里头佛没有这个说过，只有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确确实实是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第一法门。啊，什么人能成就呢？成就的人多，现在成就的人都不少，何况古时候？啊，条件，信，信，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啊，西方有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实实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话是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啊，大乘经教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到。
不但闻道和闻道净土法门，不但闻道净土法门，我们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汇集的好，史无前例啊！佛经刚刚传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你看弘林法师他的答问讲得非常清楚啊，但是汇集的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缺陷，可以说这部《无量寿经》是在佛经翻译汇集当中它是第一名，真正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更换一个字啊，五种原译本里面有的这个本子上完全具足，没有欠缺啊，重复的完全通通都化为简要精要，但是虽然是精要，字字句句都是经典的原文啊，让人没话说，真经啊。啊，那么佛为什么多次宣讲？我在前面报告跟诸位提出过啊，我们看到弥勒菩萨龙华三会释迦牟尼佛早年间在这个世界上住世80年啊，会这一会就是一次半班教学，释迦牟尼佛一共半班教学300多回啊，就300多次啊，每一次时间长短不定，听众对象不一致啊，所以讲经有出入啊，特别显示在这一部经上，古大德告诉我们，至少佛讲这一部经的重复3次以上啊，从哪里看的呢？从原译本经文里头原文看到的，原文是决定不应该是犯错啊，五种本子居然有2种是24愿，有2种是48愿，有1种是36愿，不管怎么翻不可能会有这种错误啊，如果是48，那5种本子都应该是48，那24呢？5种本子都应该24啊，不能有这么大的出入啊！所以这个是佛多次宣讲啊，不是集结的问题，不是翻译的问题啊，是与佛原来讲的不一样。阿难集结的时候，照着原来所讲的通通佛讲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啊，5种本子读起来困难，所以有汇集的必要啊，汇集从佛经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曾经
出现过，啊，那个时候不叫会集，叫合经，啊，就是集中经合在一起，啊，就是现在讲会集的意思。那么龙华三会，这个三会，我相信第一会为菩萨说的，对象是菩萨；第二会对象是小乘，声闻缘觉；第三会对象是六道众生。啊，应该是这个三会。啊，那么三会当中都会讲无量寿经。用无量寿经什么样根基都起，没有不包容的。啊，凡夫学他，一生能成佛，二成菩萨，那还用得着说吗？那他那说上上成人，还要学这个吗？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他们怎么成就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那就是上上根人应该学。啊，又何况在华严经幕后普贤文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那是哪些人呢？全是法身大士啊，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文殊普贤两个带头啊，率领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啊，向阿弥陀佛请教。那这还有什么话说？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平等得度，这还得了吗？遇到不容易啊，遇到了要是当面错过，那叫真可惜了，啊！遇到怎么办？一定要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万缘放下。啊，遇到心就定了，不再有妄想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自己成就。啊，另外，我们要报佛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我们发过这个愿，用什么法门来帮助众生成就？就用这个法门。啊，如果不是用这个法门，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没有必要到这个世界来啊，包括海贤老和尚也用不着这样辛苦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
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无尽的方便，在在处处劝导我们要深信不疑，要坚定发愿求生，真正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我们真的得度了，佛菩萨的愿就满了。大师因缘无故于这一会啊，这一会大师因缘当中的大师因缘，下面讲十六正士啊，他们都是除了贤护之外，都是他方世界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祖经，又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啊，表是表法。名字的意思好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起手，真是贤护之意啊。贤护什么意思？一尘佛法里面最高的了，我们常讲大乘、小乘，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菩萨，一乘就是成佛。愿是如来的愿，海是大的意思，大愿。这个愿广大，没有边际，啊，诸佛都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用什么方法？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不认识字，一生过得非常辛苦啊，生在农村，不是富农，是贫农，兄弟姐妹五个人啊，他在12岁的时候遇到旱灾，这旱灾收成没有了，怎么办？父亲讨饭，讨饭养家，你是多辛苦啊！很不幸，路上遇到土匪，啊，被土匪打死了。然后我们想想，他母亲多辛苦。带着5个小孩，
把五个小孩都养大了。啊，海贤好像是老三，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啊，所以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20岁，他们一家都学佛，都信佛。啊，母亲给他商量，劝他出家。他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人非常厚道。啊，诚实、恭敬，虽然念没念过书，是个孝子。啊，接受妈妈的劝告。啊，妈妈也是从小就吃素。啊，那么出家之后，他的师父传戒，法名叫传戒，啊，传戒和尚看到这个小孩诚实、听话，啊，聪明、勤奋。这种人不好找啊！啊，为什么呢？具足这个条件，好找啊！这人肯定能成就啊！所以给他剃度，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过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师父教他的，他就开始念。112岁往生，念了92年，92年叫不拐弯，啊，不拐弯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掺杂。啊，没有改变。啊，真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什么境界呢？这个光碟是他的徒弟印智法师送到香港来给我。我看了30几遍，啊，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吧，看了30遍，我看出来了，他确确实实是真的敬重。礼义心不乱啊，礼义心不乱，这个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同等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实现的是这个境界。唐朝时候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说出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论文啊，毕业论文。第一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他真的了。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大定，自性本定，自性就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那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五祖仁和尚听了之后，行了，不必讲了，你毕业了。衣钵就传给他。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性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闲公老和尚也达到这个境界。啊，你要问他什么时候达到的？他一生没人跟人说，往生也没说。啊，我昨天看到一张最近传来的碟片，前面所看的漏掉了几句，这个片子里头补上了。啊，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老和尚自己说：“我年岁大了，100多岁了。”啊，住在这个世间很麻烦的，麻烦别人不好啊。啊，他要往生的，对这个世间一点牵挂都没有了，放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他说：“我的灵魂呢？”啊，到极乐世界成就了。啊，也讲到他的成就的时候，将来会传遍全世界。有这么几句话，这是现在我们在碟片上没看到的，应该是他讲的时候是给一些居士们讲的，讲人家用录音把它录下来了，还记得有日期，现在把这个补进去。那我们会把它传到全世界。啊，所以我劝大家，这个碟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就1000遍，1000万声佛号。这个功德往生极乐世界够了啊，就成功了。关键在放得下，如果还有牵挂放不下的，去不了。要真放下，成佛是大事，这老和尚常说，其他
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六道十法界都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啊，真话不是假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记住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六根在六尘境界起心动念，你就把这首偈回味回味，啊，我记得我早年住在台北时候，我把《金刚经》这首偈啊，印在透明的这纸上，啊，印成小章，我送人，叫人家贴在电视上，啊，看电视念这个这四句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世界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啊，统统放下，啊，一心专求西方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就成佛了，没有比这更快啊。啊，所以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三根上上根人化身菩萨，中等根人三乘菩萨，下根六道凡夫，统统起手，这万类起手啊，一个都不漏掉啊，这叫贤护啊，贤护的德号广大没有边际，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其广没有边际，啊，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都是赞美心得的，啊，这是贤护菩萨的表法，是有善思维，这是第二位菩萨，善思维菩萨，表正知明了，身心佛慧。并表法藏因地无界思维，见得大愿的殊胜之因，啊，遇到佛法能信能发愿肯念佛，这个人就是有大智慧的人，啊，那么同时他第二个表法是表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没有成佛行菩萨道修行的时候无界思维，啊，他有大愿想普度众生，向老师请教有什么方法，老师教他你认真去参学，啊，到哪里参学？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参学的目的是摄人
之短，取人之长。十方诸佛刹土里的好的，你统统记住；你觉得不好的，就不要它。将来你成就的这个道场，啊，极乐世界的道场，就尽善尽美，超出一切诸佛刹土，而成为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第一道场。所以诸佛菩萨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这么来的。他用了多少时间？五戒啊，思维要考察，啊，戒的总结成48愿，这是极乐世界殊胜之因缘啊，没有这个禅学，就不可能有极乐世界。啊，这是诸佛如来没有想象到的。啊，他想到了。第三，慧辩财菩萨，表明心佛慧，辩才无碍。啊，明是明了，不是迷信。啊，明是有真智慧，有真智慧相信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啊，佛的辩才无碍。真正难不倒，啊，无碍辩才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这个东西学不到，只有明心见性就得到了。啊，就是经中所说的言辞辩受法言，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之意。啊，佛菩萨一切时一切处，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应身做什么事情，就是表演，言是表演，身教啊，慈悲辩才啊，授是给予别人的智慧，帮人破迷开悟啊，帮人学得智慧啊，这个得相信才行啊。佛怎么教我们？跟我们祖宗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相同，方法也相同，跟现在的科学不相同。那他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的方法是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总的一句话来说呢，谚语所说的“熟能生巧”，东西一定要熟，啊，熟透了，智慧就现起，辩才就现起，神通就现起。啊，最怕的呢？是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一事无成。啊，所以我们的经题讲的是自信。自信什么样子？清净、平等、觉。这就是真心啊，本来有的。我们的清净心现在被染污了，被名闻利养染污了，被五欲六尘染污了，啊，被烦恼习气染污了。所以学世间法很勉强，学出世间法学不到，假的，学一辈子也不是真的啊，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比清净更高深的就是平等，有平等一定清净，有清净未必有平等。清净心阿罗汉真的啊，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清净心真的了啊，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它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平等心现象。平等达到这一个水平，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子。觉就是彻底觉悟了，啊，见性成佛，就这五个字，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啊，学佛不就学这个吗？从哪里下手？从清净下手。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啊，一颠倒全完了。啊，决定是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平等，第三个。啊，才能常以法印，这就是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是觉住世间，这个住世间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啊，帮助六道，帮助十法界众生，觉悟啊，回头啊。啊，是这个意思。下面这一位观无住，见唐仪啊，位移的呢，是叫空无啊，空无就是观无住的意思。表经中譬喻善幻思
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观无住教给我们，你可以观，但是要无住。啊，观代表什么呢？眼见色，见就是观；耳闻声，闻就是观；啊，鼻嗅香，嗅就是观；舌尝味，尝就是观。六根对六尘境界，用一个字叫观。眼见色了。你起心动念了，分别执着了，啊，顺自己的意思起贪爱，啊，不但贪爱，还要进一步，要占有它，啊，想得到它，这就生烦恼了。这就心住了相了，你动了念头了啊，这什么？这叫造业了。业有善恶，如果是善意啊，维系在伦理道德，佛家讲戒律啊，在这个标准里头叫做善意。善业感三善道啊，你来生之后三善道就享福，你造了善业啊。如果是恶业呢，那来生就三恶道去了啊。遇到财色名利违背了伦常，违背了义理，你占有它，拥有它，叫造恶业。啊，以正义的心，或情或理或法，你占有它，这是善意。不管你是什么业，总第一句话说，你造轮回业呀。三善道跟三恶道，轮回业错了，怎么可以干这个事情？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世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怎样呢？无助，没有把这个境界放在心上，所以他能够教化众生，他能够处理的正确，啊，理事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就是说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功夫啊。修行人到有功夫就功夫得力了，这真有受用啊。啊，功夫得力是不造业了啊。那么他来生呢，决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决定不再搞轮回了。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受什么样的冤枉，吃什么样的亏，受什么样的伤害，都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恶业，为什么呢？你会起怨恨，你会起报复，那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在报来报去。
啊，那真叫迷惑颠倒啊。所以要像老和尚一样能忍啊，人家打他两耳瓜能忍啊，吐他的一脸唾沫能忍，不跟他计较啊，这是什么？不造轮回业。啊，根本不要放在心上。老和尚说那些话是给我们听的，他自己心底干干净净，丝毫没有染着。啊，忍辱，连忍辱的相都没有。啊，他心里都多自在，法喜充满，心里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每一天看，到哪一天真看懂了，真看懂了就是你觉悟了，你才能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真的得自在了，你真的解脱了。啊，在财色名利里头解脱了，在五欲六尘里头解脱了。不再造业了，极乐世界安安稳稳地取得了。啊，取得第一个境界，功夫成片，就是仙公老和尚所表演的，功夫成一片了。啊，这一片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只有一句佛号，别的都放下，这叫成片。见思烦恼没断啊，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现身来告诉你啊，就是说你有这个条件，就见佛的机会有了，佛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寿命还有多长啊，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时候到了，佛就来接引你去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等人，他寿命不要了啊，向阿弥陀佛请求寿命不要了，现在带我去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真请求阿弥陀佛也会带你去啊，给你约定时间，什么时候来接引你往生。啊，这种例子很多啊。那么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这样的禀赋超出一般人的，老实听话正干，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他有这三个心啊。我的估计顶多三年，他二十岁师父就在念佛，二十三四岁他就念到这功夫，
念到这功夫就见阿弥陀佛。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现前见佛啊，你身体在啊，现前见佛。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啊，通常一般念佛往生的至少是三次啊，第一次就是说佛来给你受记呀，告诉你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来接你啊，再有多少年给你见，给你信息啊，这第一次。第二次呢，是在往生前一般是三个月啊，三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佛来了告诉你确切的日期，你好准备后事啊，到时候就往生那一天他来接引你啊，你也没断气啊，都叫现前。所以现前见佛了一般都是三次这个。刘素清就是给我们表演的，啊，他是发愿求往生，他还有十年寿命，他不要了，啊，要做一个求往生这个表法给大家看看。啊，求往生，真往生。啊，所以他的妹妹刘素云，好像是八天之前，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组数目字，啊，是2012。11212，他把它记下来了，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他笑一笑，把他收起来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佛没有现象给他，直接给他现象给他妹妹，让他妹妹告诉他，啊，没有看到佛像。听到声音，2012是年，11是十一月，21是日期21号，12是12点钟，一点都没错，啊，就是佛来接引。啊，这一天他跟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啊，说得很开心，时间一到他就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你们看不到，我看到，啊，佛把莲花带来，我要爬到莲花上，你们看我的动作啊，他讲手上搬着脚蹬的爬到莲花上，啊，让大家看到，啊，爬上去坐稳了，他花就好了，就再看不见了，就走了，就断气了。
啊，你看，在那个这一秒钟之前，他活活泼泼的，啊，时间那么准，一分一秒都不差，真的走了。啊，给我们做诊断了。啊，他这个心也是偶发的。啊，刘素云在他面前常说：“啊，这三转法轮，佛给我们的四转，啊，古大德、祖师大德。”啊，现在的黄念老做这个注解是劝转，是最好有个人能够做正转正面，我们大家信心就定了，不会怀疑。他姐姐告诉他：“好吧，这个事情我来做。”啊，这才一个月前，他发现了做。啊，一个月他就走了。啊，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无助。下面文字里头说的，表经中，披善幻思。变魔术的啊，魔术师，古时候叫善幻师。现中异象，变这些魔术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看到横向逼真，实际上通通不可得，确确实实。我们现在眼前的现象不可得，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一弹指32亿8000年，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里头的物质现象，我们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现象都是假的，啊，都是在念头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这个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就是32亿8000年，啊，单位是8000，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再乘起，一秒钟。啊，32亿乘7，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100兆次。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在当下，我们一丝毫感觉都没有。以为假象都是真的，是不是看错了？把梦当作真的，做梦在梦中不知道做梦啊，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那我们也如是啊，如果我们一觉悟，啊，有阿罗汉那个觉悟，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梦醒了。
六道里头再找不到了，这痕迹都没有了。所以把这个梦境放在心上，大错特错啊！这是六道凡夫无量劫来为什么不能出离六道真正的原因啊，他把梦幻泡影当作真实，上了大当啊。那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能把它放下吗？不能。为什么？习气太重了。染污的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染到今天，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那样容易放下，那是什么？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凡夫，所以那是再来人。啊，每一个往生的人，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念佛往生，真正往生，都不是凡人。大乘经上告诉我，每一个往生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是佛弟子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他生起信心，生起愿心，放下万缘，他往生了。这话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自己也晓得啊，理上讲的很清楚，事上我们自己要努力，努力做什么？放下，没有别的，放下就做佛去了。不放下，一定要知道继续搞六道轮回。那我们想想，我们愿意继续搞六道轮回，还是愿意放下？那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情执要放下，财色名利要放下，说到最后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就跟海贤和尚一样，你就入他的境界了啊，他也能加持你啊。所以真正要了解事实真相，是一切法不可得，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感觉到好像是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2100兆次一秒钟啊，《金刚经》上告诉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里面的深意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现象是假的，不要执着，执着就错了。
啊，一表法藏啊，融结因性，摄空无相无缘之法。啊，法藏比丘成佛了。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那三十二应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说能生万法。啊，能生是自然生的，不是有意识生的。啊，如果有意识的话，它是凡夫。这个要知道啊。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意思啊？那怎么生？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想佛现佛身，是他想的啊。佛有没有想？佛没有想啊，自自然然现。那他像菩萨，像菩萨身；他像天人，信天人身；他想什么，现什么。啊，他想中断呢，想就灭了，自然没有了。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是不是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到这儿来了呢？不是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阿弥陀佛从来没离开我们，所以佛没有来去啊。啊，现身在面前没有来啊，忽然消失了，他没有灭，没有生灭，生灭是假象。所以，佛菩萨现身，能说空、无相、无愿，三空。三昧啊，下面第五尊神通花菩萨，表从神通里集万恒之德华，以至庄严，具足方便的成就众生。如今云。由不设法，行权方便。啊，这两句是从神通花菩萨来的。啊，菩萨现身教化众生，这是神通力，神通智慧。无量无边啊，从哪里来的？无量界当中修六度万恒，功德圆满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能力啊。你看，一个是自庄严成就菩萨报身，
啊，又具足方便成就众生，跟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啊，游步十方，这就是十方世界，只要众生跟他有缘分，众生起心动念，他就会现象。啊，用神通方便变化，时间长，用应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住世80年，应身。啊，时间短暂的化身。啊，像虚云老和尚朝山。从普陀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啊，拜文殊菩萨。那一年他47岁，这个路程走了3年多才到啊，三步一拜。路上2次生病，都是在旷野没有人的地方，这非常危险啊！遇到个乞丐，这个乞丐救了他。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到他病好，乞丐就不见了，走了。虚老和尚不知道，到五台山，他把路上经过事情告诉大家，啊，遇到好心的乞丐帮助他。乞丐说他是五台山，五台山人，在五台山的人都知道他。结果问没有人知道，那里头出家师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才恍然大悟。啊，这是化身，化身能跟人生活1个多月，你不知道这是假的。啊。到老和尚病好了走了，再找不到他啊，所以该用应身，该用化身，都非常自在，完全是恒顺众生，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有自己的意思那就凡夫了，那就造业了啊，只要有自己记住，你就在造业。啊，善恶都是业。啊，六道都是报。三善道，感的善业，福报你。你说你想福？相福就是果报啊，你的善业的果报啊。如果造作罪业呢，那就现三途啊，那是苦，你要叫受苦受难，受苦受难苦报啊，通通是报啊。那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业最好是别造啊，怎么不造？行善造恶，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造。啊，不造的人，清净心现前了，
啊，清净心现前就是真果啊，小乘果啊。啊，同时神通也现前。啊，初果就有天耳、天眼通，二果又加上他心、宿命四种神通，三果加上神通变化、神足通，啊，四果再加上漏尽通。见思烦恼断根见的无论在家出家要学这个法门的，在家人修行成功比出家人高啊！为什么？出家人远离境界，你得清净心，在家人不理呀，啊，他那个清净比出家人高多了，啊，这个经上在家等觉菩萨十六个人呐，在家菩萨出家的只有三个人呐，出家表法的文殊啊。普贤、文殊、弥勒，这是三个。啊，贤护等十六正士跟文殊、弥勒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不敢轻视在家人。啊，让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谦虚尊重别人，这是德行，这是善业。啊，傲慢企图，这是恶业，恶业当中最毒的，所以他感的是地狱。下面第六位光音菩萨，表光明音法，又经中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光中极尊，这都是光音的意思。啊，经里面讲的很多。啊，光表智慧。无量智慧，无边智慧，无碍智慧，啊，第七尊宝床菩萨，啊，建堂椅为椅做智床，表智慧殊胜，犹如宝床。啊，床是旗帜，古时候悬挂在旗杆上。啊，通知外面大众，今天道场有活动，悬床是讲经，人家看到旗杆上挂的是床，知道今天道场有法师讲经，喜欢听经的人他就来了。啊，扁的是幡，幡是做法会，法会里面项目也很多，科目很多。啊，纪念佛菩萨
可以做法会，忏除业障也是法会啊，修供养也能做法会啊，所以这是寺庙正常的活动。佛法十四道，知闻来学，未闻忘教。啊，我们的活动不能不通知别人，但是我们不能去请他来。啊，请他来的不好意思，不是自动的，要他自动来，怎么样把消息传递给他呢？旗杆上悬的窗幡，用这个啊，让很远的人看到了，他就知道了。啊，他自动来。啊，那么现在教学跟古人教学确实不一样。古人再有德行、有学问，都谦虚。不敢居老师的位置，啊，不像现在人，现在学校用招生，古人不敢了，这招生可得了啊！啊，是古人的善巧方便。啊，通知你，但是不劝你来，完全是自动自发。啊，为什么？你才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勉强来的，你没有真诚，没有恭敬，来了也得不到利益。第八尊智上菩萨，啊，兼唐仪，位仪则会上，表经中，无等无伦，最上甚智。啊，这智上表智慧，最上表这个意思。为德。广大不思议智，如来果地上五种智慧，这说了两种啊，到后面经文我们会读到，如是无上妙智，超出一切了，故名智上。啊，那么这些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心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那外面没有一法，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心，全是自心变的啊，真的慧能大师看透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何其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自信能生万法，万法的体就是自信，所以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不是二这是大乘教里头最深奥的秘义，学大乘要从这个地方切入啊，知道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然后什么，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大悲自然流露出来。啊，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慈悲。啊，真诚心，爱护一切众生。啊，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没有第二个理由。啊，众生跟我是一体。啊，众生迷，迷什么？这个真相不见了。啊，现在众生跟众生对立，不是一体，是对立了，对立就坏了。啊，对立就会竞争，就会斗争，就会战争。啊，到最后同归于尽。啊，实际上同归于尽不是完了，要是完了就没事了。啊，同归于尽，来世再来。啊，这是因果经上所说的，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就干这个把戏去了，苦不堪言。啊，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一体。啊，知道一体，什么事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如是无上妙智，超出一切，故名。至上第九位吉根菩萨会说云：极灭尽智，住根清净，故名吉根。佛门常说六根清净，一尘不然，就这个意思。啊，即是即灭。啊，即灭什么？即灭六根所对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呢，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染六尘。为什么？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放在心上，就清净了；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啊，丝毫都不能染污。啊，所以叫即根。啊，根即净。真解云：净智即灭。根本严谨，云即根。啊，尽智即灭，智是看破，即是放下，
看破放下，根本严谨，根本就是六根啊，所以叫戒根。金居本经中真实功德品里面所说的究竟菩萨住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正表极为根本，照用无穷，照而常极，故表寿命无量啊，这无量寿的意思。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菩萨住波罗蜜，归纳起来就是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五大类啊，要怎么学习呢？要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住十度三摩地是镇定啊，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没有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叫三摩地。啊，定啊，看得清楚明了是智慧，照见。凡夫一见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啊，这个叫习染啊，习气严重的染污啊，六根对六尘境界，他起心动念啊，吃东西讲求味道啊，讲求营养啊，穿衣服讲求质料，现在很多人讲求名牌，这都是造业啊，为自己造业比较轻一点，要伤害别人，造业重了。哎，高处长今天在此地，没走啊。他给我一个信息，是附体众生。透的啊，女孩子在外面穿着很暴露，会引起别人邪思，果报都在地狱这是我也，我没做坏事，你穿的衣服暴露就是坏事，你自己不知道啊，将来堕地狱的时候后悔莫及，那时候迟了，来不及了啊。我们能不能劝人？不能劝，劝了他怨恨啊，他说我们是老古董，跟不上时代，这什么时代？地狱的时代啊，确实我们是没跟上
啊，所以今天妇女这个打扮天主教基督教的修女伊斯兰教的妇女打扮那是最好的啊，把头整个身体都包了，正确的好的啊，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啊，从阴上看到果，从果上想到阴性，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吉里头有照，啊，会里头有定，啊，吉为根本，即是放下，照用无穷啊，啊，要记住，知道照而常吉。啊，表寿命无量啊！啊，无量寿，同时也就是无量光。啊，从体上讲无量寿，从作用上讲无量光。因为智慧是从定来的，所以定是慧之体，要求智慧。先要持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下面第十，性慧菩萨，慧素人，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这说明信心重要啊。那么今天的世界，混乱，在整个历史上好像没有比先前更严重。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信心失掉了。你看，信是慧，那不信呢？不信就是迷。慧变成迷了，信就变成怀疑了。怀疑从迷惑来的，信心从智慧来的。现在这个世界没智慧，疑心特别重。我们这些年有缘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啊，都是由联合国主导的世界和平会议啊，我们也做了不少次的主题报告啊，把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特别是里头讲的信德，作为报告的内容，
啊，听众主要是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啊，听到都是赞叹，都欢喜，可是不相信啊。散会告诉我，法师你讲的不错，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这真正对我是最严重的打击。那我来参加这后，我不白来了吗？想了很久，如何能叫他相信？那就是你要做出来给他看，他看到了，他就没话说。啊，所以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的实验，是为联合国做的，啊，是要让他们相信，啊，我们做成功。这些人听到啊，不敢不相信，但是还是有怀疑啊，怀疑我们的报告不能停止，常常让他学习啊，不能让他那一点性根断掉啊，要培养他啊，这将近十年了，有效果啊。现在我晓得的，应该有30多位大师，不到40人，30多位，有几分相信。啊，特别是习主席这一次到欧洲访问，在巴黎教科文组织发表讲演啊，讲完之后有不少大师告诉我他们有信心了啊，相信这个世界将来还会有和平，很难得了，真不容易啊！那我们要加强的信心，重新再建立信心，用什么方法？教育，教学为先呢？大乘经校常常讲的，诸佛如来经。现在说法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社会怎么安定的，怎么和谐的，只要做到经现在说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古时候连三家村里头都有穷秀才在讲经说法，现在要讲经说法更方便了。我常说，我说的不是假话啊，化解问题就是讲经说法，不要搞别的啊。现在国家有电视，把讲经说法搬到电视上，24小时都播放，有人喜欢看的就看，人来越来越多，我相信半年到一年，整个地球太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希望每一个宗教的都出来讲经讲说法，就能收到效果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的表法。他一生干什么事情？除了讲经说法，他什么也没干。
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79岁圆寂的，讲经说法49年，没有一天中断。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家了，是一位义务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他不是为钱呐、啊，不收学费呀、啊，不求供养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一生教学，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学习什么？学习教学。自己学成之后，要把自己经教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然后教学。啊，现在教学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电视，用网络，没有障碍。啊，人家打开电脑就能看到，比什么都方便。一个国家想安定、想和谐、想化解战争、化解一切冲突，这个方法第一妙法。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把这个效果、经验贡献给每个国家领导人，每一个地区领导人。那今天桃园县的县长来看我，我劝他教学为先的，啊，教什么？教群书之要就好。啊，我们迫切需求的群书之要的老师，啊，真正能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讲得明了、讲得透彻，啊，一切众生通通都学好了，叫功德无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